在谁来还我的钱啊？The Nipa monitoring currently quiet. The satellite shoots illegal armed forces are coming soon. Target spotted, over. Authorized. Fired well. Good job, Dom. Threat removed. The enemy is retreating. Mission completed. Moving to the set point 8 kilometers away, over. Lama, 别忘记我今天过生日吧。你看，想吃吗？想吃你也吃不到哦。在非洲工作怎么样了？什么时候回来？算了，问了也是白问。抽烟少喝酒知道吗？喂，你好，是马旭东吗？说，我们接到报案，你的女儿失踪了。你说什么？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近年来电信诈骗、色情直播、非法网贷、网络赌博等新型网络犯罪日趋猖獗。想玩牌的哥哥们还可以加群哦。停止下注，悬加赢。先生，无需任何抵押，资金一秒到账。针对任何形式的网络犯罪，警方将全力打击，绝不姑息。喂，我的人找到了吗？你来这个老火车站市场，带上钱啊。你就是马旭东，行吧？哪里来的？也就是长毛。这么热的天，穿这么厚，是你要找的人吗？走啊！
救水。你怎么那么想不通呢？不就是穿的少一点，在手机前面唱唱歌、跳跳舞，男人们看嗨了，你这钱也还了呀？死吧！爽不爽？李奥迪人在里面了，行吗？还真有钱呀、啊，兄弟们，钱了！啊，哟，什么年代了，谁还用现金啊？钱你们可以拿走，还真不少。人在哪里？什么人？滚蛋！快去换几根鱼肠，吃饱了吗？滚！我丢！他们好像不知道人在哪里。啊！得喽，李奥找的人肯定是进了杀猪盘呐、啊。那帮人呢，专门在网上给姑娘下套，骗人家一感情，然后再让他们用黑网贷借钱呐、啊，得喽。黑网贷？啊啊，对对对，黑网贷。你去。得喽。这工钱我真借不了啊！这一个月本金加利息得翻三倍啊！你不是缺钱吗？戴龙，我错了，这工事情跟我没关系啊！搞杀猪盘的是皮特那帮人啊，跟我没关系啊，戴龙。帮你，是姐姐你的信用不够了。那应该怎么办呢？是没有办法。明天我带你到公司拍一组写真，拍完
钱就分分钟到账。那我就先干为敬了。我帮了你这么大个忙，今天晚上你要怎么报答我呀？那就要看你的诚意。事情办成了，你想怎么样都行。美女，我们喝一杯。大叔，现在可流行的是小鲜肉，可能放20年前还行吧。没吃过，怎么知道我不行啊？臭流氓，再这样我叫保安了。停，你慢慢玩啊。你妈，走宝贝儿，讨厌，去吧。别着急啊，快点喝多。别急。Peter， 老子好事，谁呀？你这个人渣，就是靠这个在网上骗玛丽安的？这都是屁的！大哥，不不不，爷，别再打了，靠这个吃饭呢。爷，我敢说，我跟玛丽是真爱。别打了！他不见了我也难受啊！我就在网上聊天，我跟吴帅，我骗他本钱。他跟我说，他在外面上大学，一个人，特别孤单。张快点！他在哪？他没还上钱，被黑网贷公司的人带走了。张开！爷！公司在哪？上周五楼游戏厅，就在那拍了裸照，拿了钱。爸爸，就我创业成功之后，爸爸，集团总部的龙少已经到了。着什么急啊，让他等着。
哥，好久不见啊。就隔了一条河，出入境手续这么难办，想见你真难呐。什么年代了，随时视频吗？管不了你了是吗？啊，魏琪，你忘了，想当初在缅北像一条狗一样的跟着我们，如果没有龙少，你他妈还要饭呢吧？啊，哼。冲动啊，冲动就没什么好后果，你看看。来来来，兄弟之间喝杯酒什么都好，来。哎，看到没有，我们老大早就已经给龙哥准备好美女了，看看啊，你回东南亚的时候一起带走。哎，好好看看啊。老张，一会儿我先进黑网贷公司收集证据，然后再行动。好的，同队，同步传送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记录。图像清楚吗？一切正常。汪户要不了几天，汪大钱就办上了啊！哎，妹儿啊，来来来，等会儿啊！哎，姐姐，你在这儿呢？号已经排到前面去了啊！先拍照，先拿钱。嗯，谢谢啊，弟弟可真贴心呢。干站着，不过来帮帮我。你干什么呢？哎！瞎呀！
警察，但是别动。你说不说？找他们去卖了。我说你眼瞎吧，你不是牛逼吗？刺激。站住，警察，这是我的警官证。警官，他是坏人，你应该抓他才对。昨晚那 Peter 是你打的吧？那个人渣不该打吗？打不打不是由你说了算。丫头，我不吃这一套。长毛，老火之战市场惹的事儿能躲得掉吗？马旭东找到了吗？我把消息已经放出去了，在外网上查了一下，这个老小子在非洲做过安保，看来也是个要钱不要命的人。他和警察搅了老三的场子，断了我们的财路，就算把龙城给我掀了，也得把他找出来弄死。没问题。哎，对了，二哥，这个季度主播盈利怎么样？主播打榜，空降大秀，我们盈利了800万。哈哈哈哈。网络赌博呢？
主播引流到网络赌博的数据提升了12个点，也就是说下一个季度我们盈利超过2000万。二哥，老三最近出事了，你一定注意安全。你放心，网络域名现在我每天换一次。黑客把东南亚发来的赌场信号已经加密了，技术车可以随时屏蔽网警的监测。看，丫头，爸爸教你查字典找页数的游戏，这样呢你就能认识很多字了。好啊，那我学会了，写字你来猜。爸爸也爱你。嗯。董老三，那些还不上网贷的女孩现在关在什么地方？不知道。碎石场的人是不是你杀的？碎石场？什么碎石场啊？积极配合，争取宽大处理。注意你的态度。警察叔叔，我这态度还不好？你经营的非法贷款公司的运营情况老实交代。哎呀，我没读过书没文化，啥叫运营啊？你给我讲讲。杨局。嗯，这些都是从宋浩三的借贷公司查到的裸照还有借贷合同，涉案金额起码超过了800万。通知家属抓紧领人，另外证据一定要保存好。好的。杨局，同队，有人亮了，还不上钱的女孩有些做了黄色主播，不光线下卖淫，还在向网络赌场引流。互联网就是让这帮人给闹得乌七八糟的，冒头一个打一个。明白。杨局，队长，这就是他们色情 APP 网站的首页。你还看个没完啊？你坐这儿看得了。行了行了，现在这个 IP 地址能不能锁定？他们的网络服务器在境外，而且随时在更换域名，想要追踪到他们有点难。加油，交给我。都啥年月了，还在线下找这个？大哥，这玩意儿犯法，知道不？21世纪了，网络社会，你得整这个，来劲不？啊？哎呀，大哥，你喜欢这一款？门票388。好家伙！可以看大秀。12点准时开播哦，一个穿一件可以加主播的视频，还可以抽奖啊。送礼物多少钱？不错。喜欢玩牌的可以直接进去，还能在线发牌。哇！
几个？啊！谢谢几个，感谢几个，春风得意马蹄疾，几个我这次爱你，家人们，恭喜几个今天成为我直播间的榜一大哥。兄弟们，大哥要找的人就在里面，干他！啊，马立功，给我滚出来！哪儿啊？出来！我的妈呀！宋浩三，行啊你，一晚上了，一句话也没撂。咱们该伸伸，该盼盼啊。我听你这意思是要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扛。你知不知道自己要判多少年？大不了就是一条命呗。赚了这么多钱，没少骗小姑娘吧？你情我愿的，怎么能说骗呢？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利息咱也得要，是不是？咱这么努力的工作，可不挣得多，多的你都想不到。我还就不明白了，你呀，就是典型的有命赚钱没命花的主。挣那么多钱，住豪宅，我看你享不起那个福；开豪车，你也没有那个气质。你呀，顶多就是一个给他们看家护院的。你懂个屁！啊，不对。现在连院子也没看住，还被我们给端了，要你有什么用啊？你以为我们就这一个地儿啊？这荒郊野岭的，哪儿不是我们的地儿啊？我怎么那么不信呢？没水没电，就你们几个，每天干嘛？我就天天在那儿折腾那些直播的女孩啊！爽，太爽了！你呀，越说越来劲了，就天天直播也没有女孩想跑。跑，跑得了吗？大高院墙一挡，几个铁门一锁，还想跑？哼，抓回来，我打死他！行，宋浩三，还得是你。三个线索：荒郊野岭、高院墙、大铁门，还得通水通电。你小子现在行啊？跟同队学的嘛。老赵，哎，赵哥，哎，你要的资料，这个马旭东我查过了，确实不简单。之前几年一直在非洲从事安保工作，直到两周以前突然回国寻找他失踪的女儿。行，我知道了。还看，刚夸完你，走了。好吧，谢谢啊，老赵。没事。苗苗，一会儿上去，好好陪帮一大忙啊！我会顶着你了。那么凶干嘛？别磨叽。在哪里啊，苗苗？哎，
七哥，你咋进来了呀？啊，哇，你肌肉好结实啊，七哥。我啊，丫头，我不打篮球的。你好宽。我有话要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七哥，你是不是想双飞啊？我跟你说，我的功夫可好了呢。你有没有见过他？他在哪里？他，我们当时都是被蒙着眼睛带过去的，不听话就是要挨打的呀。我不做这个，我们也还不上钱啊。七哥，我们都是被逼的，你放过我。今晚你留在这里，别的地方暂时都不要去。同队，这个是咱们彭城市的市规划图，这片区域是西郊老旧工业区，有相当一部分的私建废旧厂房，然而这些厂房非常符合宋浩三所提供的线索。没错，而且厂房里鱼龙混杂，对我们的调查工作十分不利。通水通电呢？已经联系了相关部门，经过我们的再次筛选，还剩下这些区域符合特点。接通电力局，通知各个部门准备实施抓捕。你妈谁呀你？当前道路继续行驶大约3.5公里，手机 GPS 信号弱。各位铁子们，有一个哥们，有没有给娜娜酱刷个小星星？一号区蹲点，停，手里的火箭也都要停，好不好？给娜娜酱刷起来，娜娜给大家踩个风火轮。二号区，风火轮好不好呢？上票，大家都不上票，就让娜娜踩风火轮。那今天我们先踩踩单车，好不好？小心心刷起来，你不要停。大哥，姐姐把那大哥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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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三号区，实施抓捕。
Thank you.
不要害怕，我不会伤害你的。有没有见过他？你是玛丽亚的爸爸？是。教你查字典、找页数的游戏。好啊，那我学会了，鞋子你来猜。这么多血，疼不疼啊？大英雄，车都开不好，你还怎么救人呢？你不是要救你女儿吗？来去从明秀那儿，救我！那边。
猜一下。大哥，我要带你们玩一把八八八游戏，哈哈哈哈，开机！今天主播给大家送福利喽，注册即送八八八元红包，没有任何门槛，随时都可以提前到账哦。如果想参与线上荷官发牌的朋友们，一个嘉年华私信我哦，来给主播来点点关注哦，可以私信我哦，主播都可以空降。哈哈哈哈哈哈！干了！同志们，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虽然网络空间是虚拟的，但是运用网络空间的主体是现实的，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不管网络犯罪如何隐蔽升级，我们必须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让互联网在法治的轨道上健康运行。别动，警察！二人放下！别动，警察！左边都跑！快走！快走！别动！带走！走！下来！下来！都别动！你干嘛呢？坐好！别开枪！我投降。
什么时候回来？我已经长大了，你总不能管我一辈子吧？洗手间。先等一下。进门。发通缉令：魏奇，男，35岁，身高1.85米，因涉嫌组织网络诈骗、非法网贷、黄赌、杀人等恶性违法犯罪行为。怎么样，老四？信号已经被屏蔽了，资金转到境外大概需要20分钟。码头见。我们网赌的资金都在这个账户里，你要这么搞，我死定了！跳跳我跳！不行了，老婆，压进去，谁让我的？谁让的？怎么回事啊，老四？1分钟输掉2000万，感觉怎么样？
东，你他妈没死，看来你还没爽够啊。你他妈别动我钱，我女儿在哪里？想见你女儿是吧？来钢厂找我呀。
账户出现异常。Your account is not normal. Customer service. Hold on. 您的资金账户出现异常。Your account is abnormal. 丫头，爸没事。爸爸救你啊！我杀了你！别杀我爸，求你放开他我！马旭东，你他妈这个王八蛋，你命可真大呀！啊，你他妈还不死啊！你这个人造，我告诉你多少次了，不要动我钱，你他妈怎么就是不听啊？你杀我，你杀我来了！你他妈闭嘴，说多少遍了，是要救你女儿吗？亲眼看着他是怎么死在你面前的，让我来，别吓他。这，啊！
靠下了。丫头，我没事。你小心点啊！小心点，怎么样？怎么样？没事吧？爸没事。等一下，再给他们父女一点时间。对不起，爸爸再也不会离开你。丫头，生日快乐！妈。爸，我爱你啊！我爱你，我爱你。近日，航城警方与境外警方通力合作，歼灭跨国网络犯罪集团，缴获高达10.8亿的犯罪资金。至此，涉及非法网络贷款、黄色直播、网络赌博的新型黑色网络犯罪产业链被全部斩断。王队，被魏奇运往东南亚的女孩已经全部解救，押送女孩的嫌疑人龙少杰不见了。集团的信息是Be straight with me, but gently tender before you kill me. Call me.I don't freak out in public. Take me outside and crush me over a cup of coffee. What a joke, you made me. What's a dream to a joker, tell me. What's a laugh to self-destructing me. What's a prayer to a death wish of a song. Joke, what a joke, you made me.Into a joker, tell me what's a life to a self-destructive me? What's a prayer to a death wish? You're so dumb, dumb, dumb. One way to make it. Shut up.